嗨，各位分辨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一次我们要来制作这个爬梯，就是楼梯。它这个是这一次这个就不是要爬上去屋顶了，那是一个小的夹层平台要用的。那材料嘞，我爸都帮我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就只要来把它组装上去，然后焊烧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材料就是这个，还有这个。那其实我都只有拿一个啦，因为我这桌子等一下会放不下，所以都在这里后面这边。然后这个有六片，这个是固定在，就是锁在墙壁，然后有一边要焊烧在这个梯子上面，就这样，这样要焊烧住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焊烧吧。
OK 啦，现在这个梯子的部分啊已经烧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长这样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到时候去那边要固定的锁水泥钉。这样讲就是说就完了啦，总共有三个地方啊，就是最上面跟最下面嘛，然后还有中间的地方。那原则上这个梯子就是这样子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个梯子其实我记得之前影片好像已经有做过，还是没有做过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我记得好像应该有做过一个。那原则上这个梯子的影片啊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很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然后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能收到最新资讯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